大家好，我是蓝爸爸。今天呢，咱们来讲美人系列，长泽雅美。话说呀，我都不用看你们投票结果，在家掐指一算，我就知道这一期啊，咱得讲麻将。哎，因为我早就安排好了，讲谁不讲谁啊，那都是我说了算。咱以后啊，也时不时的尝试一些其他类型的故事和人物。老讲历史呢，你们不也腻得慌吗？对不对？啊，闲话不多说，咱们开始今天的故事。俗话说，吃到一杯长泽雅美。说的就是麻将长得漂亮啊，北半球 No.1 啊，也不知道这句顺口溜是哪来的。长泽雅美生于1987年6月3日，出生地在日本静冈县磐田市。静冈县相当于以前的骏河远江伊豆三国啊，基本属于金川家的地盘，后来成老龟的了。她是日本著名的女优，现属于东宝艺能。由于长相甜美可爱，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粉丝们亲切地称她为麻将。麻将的父亲长泽和明是一位足球运动员，曾经九次代表日本出场比赛啊，是日本的国脚。后来呢，从一线退下来，做过教练，也做过足球解说。正所谓文体不分家，麻将最终会进入演艺界发展，很有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也因为继承了父亲运动员的基因，麻将运动神经比较发达啊。小时候呢，喜欢剑道、篮球，学过芭蕾和爵士舞，因此呢，长得高挑靓丽，身材很好啊。他的官方身高是1米68，人们都觉得呢，这孩子长大以后啊，得做模特。在他12岁的时候，经过父母的朋友推荐，他参加了东宝艺能举办的第5届东宝灰姑娘大赛。由于小小年纪就长了一双大长腿，再配上良好的长相，因此呢，给评委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最终在35153名选手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届大赛的冠军，并且在当时啊也是史上年龄最小的冠军啊。后来这一记录呢被第7届的上白石萌哥给打破了，他也是咱们东宝小公主滨边美波的老前辈了。成为冠军后的当年呢，也就是2000年，他就在电影 Crossfire 中初次亮相，哎，正式出道啊。这电影叫穿越火线啊，其实呢讲的是一个少女有超能力，可以随意放火。后来他凭借身材上的优势，很快就成为了专门为青少年出版的时尚杂志 Peachy Lemon 的专属模特。其实呢，麻将也属于精灵类的美人啊，会员朋友应该知道是啥意思。2000年底，他在电视剧辩护士破麻离子的遗言做成文件3不明括弧秘密里面饰演了三只美帆啊。日本这电视剧名字取的呀，让你特别想打人。2001年他又参演了电视剧《纯洁的灵魂即使你忘了我》。同年已经初中2年级的麻将为了配合今后的工作，搬到了京都居住，并且进入中野区域第9中学学习。据说这段时间呢，为了招揽人气，公司给他派了不少泳装写真。2003年麻将第一次在电影中担任主演，与日本著名男演员小栗旬共同出演了机器人竞赛。通过这次的电影处女秀，麻将获得了第27回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新人奖。2004年他又出演了电影《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在里面饰演了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少女广濑雅纪。为了表演出化疗的症状，麻将在电影里边剃了光头啊，非常敬业。这部电影也非常成功，最终票房超过了85亿日元。麻将也荣获了第28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女配角奖，是该奖项最年轻的一位得主啊。可以说这让麻将一炮而红，从此星途大开。人们觉得他不仅有着偶像派的颜值，还具备实力派的演技，公司也看到了麻将的潜力和价值，对他进行力捧。从2005年开始，麻将每年都是东宝年历的封面人物。东宝年历是东宝艺能发售的一种月历，每年发布一册，里边呢对应12个月份找12个旗下的女艺人做模特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宣传手段，从上个世纪50年代啊就开始了。后来呢被很多公司和机构模仿啊，咱们国内很多上年纪的著名女演员呢，不也是以当年上过挂历为荣吗？说明人家红得早啊。除了12个月份之外啊，还有一个封面模特啊，车门面的，你可想而知啊，得是精英中的精英，绝对是公司力捧的对象。而麻将呢，自2005年到现在啊，一直是东宝年历的封面人物，可以说是东宝艺能的当家女优，相当于东宝一姐。麻将的颜值应该说是非常扛打的啊，五官精致立体，长相甜美靓丽，非常自然，同时透露出一丝清纯。尤其是他17、18岁到20岁出头那几年，
堪称颜值巅峰，其实也是他最火的那几年。2006年他第一次主演了电视剧，名叫《水手服与机关枪》，那个时候的麻将呢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在2007年啊，他又主演了电视剧《求婚大作战》，与他合作的男主角山下智久在采访中这样说道：夏天就是寓意大海和长泽雅美，这些都让我难以忘怀啊，足以见他颜值的杀伤力。当然身材也是麻将的优势，可能是因为从小喜欢运动的原因，身形很好，长手长脚的，看上去也很健康，没有刻意减肥的痕迹，算不上特别凹凸有致，但贵在天然。1.68米的个头特别凸显他的气质。我第一次对麻将非常有印象啊，其实是在2021年的电影《唐人街探案3》，当时他一出场呢就非常的吸睛，哎，披肩的头发呀确实非常适合麻将，短发对他来说呢效果相对不好，长发还行啊，也差点意思。当然呢，再美的颜值啊都会有缺点，麻将的嘴啊相对有点开啊，再配上他一口洁白的大板牙，笑起来容易给人一种知心大姐的感觉。好在呢他的笑容真诚热情，让人非常的有亲切感啊，还是知心大姐啊，和很多大眼美女一样，眼睛太大容易堆积皱纹，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个缺点啊也越来越明显。但是呢，麻将是那种不仅第一眼看上去就好看，而且是越看越好看的类型。即使是他今年已经35岁了，我认为他的颜值啊仍然处于一线行列啊，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巅峰罢了。说完颜值，再说说麻将的演技。年轻时候的他很显然演技就已经受到了业界的认可，同时期那么多的得奖已经说明了一切，然而过早的成就却让他在今后长时间的演艺生涯中进入了瓶颈，慢慢的出现了人气下滑、颜值下跌等问题，参演的很多电影电视剧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票房和收视率。同时作为一线女星，各种绯闻八卦自然是不绝于耳，但是麻将呢从来没有说破罐子破摔，在公司的安排下一直非常努力的工作，磨练着自己的演技。自出道这22年以来啊，几乎每年都有多部电影电视剧上映，当然不是每部都是他主演啊。在2001年，为了让自己更加的精进，他开始主演舞台剧，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非常考验演员的。2012年至2013年，麻将前往台湾拍摄偶像剧《流氓蛋糕店》啊，由于这部电视剧呢主要是在台湾播放，全程都是中文台词，所以制作方啊本想在后期给麻将单独配音，结果在进入摄制组后，麻将每天坚持学习9个小时的中文，持续了2个星期左右。那最后全程以中文台词拍摄，导演对他非常的认可，也取消了后期为他配音的计划。这种作为演员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着实让人钦佩。现在大家来欣赏一下他的中文发音。大家好，我是长泽雅美，4月19号电影《Kingdom》要上映喽。有点羞，如果不去看，就要惩罚你哦。これは星座になっていて。你来夏威夷做什么？请你不要随便跟我说话。松是欢迎日本人じゃないんだ。作为一个只学了2个星期中文的日本演员来讲，能有这样的发音，真的是很不错了。据说这也让他得到了国际大导演吴宇森的青睐，出演了2014年的电影《太平轮》，2017年他出演了电影版《银魂》，饰演里面的志村庙。那这一次可以说是麻将在角色上的一次突破，不再只是演绎那种清纯可人的形象，提高了自己的可塑性。2018年麻将主演了电视剧《行骗天下勾屁》，虽然我没看过，但据说呢他在里面表现得非常可圈可点，应该是这么多年在演技上的积累终于有了成果。麻将在演戏的时候也从不会有偶像包袱，总是会尽可能的贴近角色，根据人物和剧情的需要啊，呲牙咧嘴，挑眉瞪目啊，该扮丑就扮丑，人家这可是妥妥的大女神标签啊！你光要屏幕上好看，那干脆给你拍个美的不要不要的照片挂墙上得了，时不时还能给你上炷香呢，是不是？你当什么演员呢？麻将的感情生活似乎一直不是特别顺利，你像与他同时期同级别的女演员石原里美和新垣结衣啊都已经结婚了，他到现在呢也只是绯闻不断啊，没有真正找个人安定下来。从很多爆料来看呢，他好像对比自己年长的男性非常感冒，而且是大好多那种啊。据说麻将情窦初开的对象啊就是父亲的好友，比自己大20岁的足球运动员山中雅史啊，甚至当面向大叔表白，当然这应该只是儿童时期一种对情感的错误认知，
也就几岁大小啊。山中雅史为了保护麻将幼小的心灵呢，就答应他呀，等他长大之后就娶她。结果呢，这肯定是一句戏言，是吧？人家山中雅史很快就结婚了，他们两家人呢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当年推荐麻将参加东宝灰姑娘大赛的正是山中雅史的妻子。等麻将进入演艺圈之后，被爆出来的男友啊也是一个比一个老。2007年说他与二宫和也交往啊，这个比他大四岁啊，还比较正常。2011年呢，又与舞蹈演员黑泽良平交往啊，就是林志玲老公啊，是吧？这狗挺会来啊，是吧？好便宜都让他占了。他比麻将大六岁。2012年呢，迅速结束了与黑泽良平的恋情之后，又与男演员伊势国有介开始恋爱啊，这个比他大11岁。后来这伊势国有介被曝劈腿吸毒啊，有家暴行为，所以很快就无疾而终了。沉寂了一段时间后，麻将又被爆出与自己大24岁的男星中川雅也密恋啊，据说两人一起旅行无话不谈，关系非常亲密。2020年的时候更是被人拍到两人单独夜会，但是双方都否认了恋情的事儿。麻将也只是说呀，对方只是自己人生上的导师啊，这种事儿呢很难说，是吧？姑娘配老头也不算啥新鲜事儿，其实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麻将作为女星啊，在她身上这种事情肯定会被放大，被人各种八卦各种传，那、啊、这是肯定的。不管怎么样呢，希望麻将能找到良好的归宿，同时啊继续在荧幕里边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演绎。好的，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